二一，走。哎呦，真是狗，哎呦，哇！我怎么觉得您冲着马云老师在比呢？他还挺高兴，你看他都以躺倒的姿势欢迎你了。马云老师也能够，马云老师也能够比心。马云老师，你也比一个。马老师，您模仿一个吧。您幸好现在两腿是合并的，要不然我还有点误会。您比一个，比一个，比一个。来，张一山老师，您再来一下，您比一个一对一模仿啊。你看这个确实不像是一个物种比出来的哈。一个是热搜的，一个不是，一个是另外一种热搜的哈。啊，我们再找，哎，我们要不然TFBOYS 也来比一下好不好？我行了，当然了。那我们请台下的这个同事帮忙拍一下 TFBOYS 的这个比心方式，看看跟山势比心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三，听我的，听我的啊！来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谢谢，谢谢。学的挺好的哈，一山你觉得呢？ TFBOYS 那比的怎么样？我一直说，我说那个我比的其实是最恶心的，他们比的都比我漂亮。对，他们都照着您的这个。不不不，他们朝气蓬勃，青出于蓝是吗？而胜于蓝。您太谦虚了啊！谢谢，谢谢给我们带来那么精彩的表演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